这边还来不及把他救走，被挖死的。靠腰啊！才刚刚讲完而已，他这边又被破坏掉了，真的是有点夸张。雕刻啦，孩子在那边讲。下面挖那里？不是啊，他一直在讲，讲他的理论。我一直听他在那边讲啊。
在脸清掉喽，准备放生喽。呆呆，哇！活力十足，活力十足。这鲫鱼体型都不错，小鲫鱼就放在原处了，超小只的吧？